Game Rule 是什么啊？好可怕欸！Oh my god！ 哎，我来了！哦，这边好多那个亮亮的、亮亮的东西哦，可以。我要把它挖回去。我想下去挖死鹰欸。可是你要先小心把它给防喷欸。对对对对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先等防喷，等防喷。好可怕！还是再把它团推下去。哎、欸，不可以！虽然我身上只是一大堆建材，我会很难过而已。好屁。OK， 可以死了，各位。是吧？今天会破热吗？不知道。那你要不要先试试？要。我 OK， 你先死。我给你先。哎、欸，我记得他有那个丰富的铁矿。哦，有啊，好像有，在旁边。他有个黑钻石矿。布里吗？不，把。好，嗯，怎么有人死啊？太快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来了来了！小雨死了！我们在哪里？我被射一箭就死了！救命！有这么夸张？我这样可以吗？我这样有吗？哎呦喂、啊！我射一箭射两击啊！哎、欸，我把它射下去了，我把它射下去了。你们叠在一起了，我这样有用吗？我没有，有用起来了。我没有，我还在死。我帮你复活，耶、yeah! 哦！谢谢谢谢。怎么用的？我怎么没用成功？不是啊，这是我的技能啊。哦，你的技能、啊。我跟小雨看到他了。我捕食啊。哎、欸，这里会很热、哦。可能是捕食啊。对啊，我是捕食啊。我前面有堡垒，前面有堡垒。我好饿哦。哪里啊？也太快了，有堡垒了吧？我要回家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我也好饿哦，我要走了。怕这里太危险了，我要先走。他饿死了，大家有空可以自己过来。对，我要死了，我要饿死了。反正我们现在就有两个区域可以探险，他。对，好耶、欸，好耶、欸，但是我要先把我的家弄。哎、欸，靠，我再回收。他、啊、所以中间这个箱子的东西是怎样？是、嗯、你说你现在开这个吗？你可以拿，都是我箱。你可以吃福了。我。捡回来的，夜夜发，路边捡回来的，回去农村挖回来的。你要跟我住吗？你要跟我住吗？是我家。养哎、欸，家这么小，我怎么住？可以啊。扩建，这是什么奇怪的？但是你要自己烧一下哎、欸，因为我现在即刻扩建了。嗯，你们可以往下挖吗？往下挖，往下挖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家是不是要盖个忏悔，让你们忏悔的地方？忏悔？为什么？我圣旨哎，那我负责原谅你们，应该是我吧？我一定也是要住在你家楼下。那我要去你家下诅咒。我蛊毒师。那请诅咒我楼上的那个住客。你要诅咒到楼下？请问你要下哪一种诅咒呢？好可怕哎、欸！做菜没有桃花。哦，好像都很可怕哎、欸。你要诅咒的人是？你要诅咒？好恐怖哎、欸！那我要先去放记录点啊！你去里面放张床，然后记录在里面、啊。有了，我有床了。你有床了？为什么？先放这个。杀了两只羊羊。你居然不用剪刀剪他的毛，直接把杀了，对耶，杀了，好扯哦！你现在才觉得，现在才想惊觉到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他是谁在那边种树了？看人就很碍眼。种树的举手，团团哦。种树的举手，种树的举手。那个人不能举。哎，这个树的东西是我要的、啊。哦，你要的建材啊？等一下。那你要早讲哎、欸，那你要早讲、欸。你的建材，那我帮你砍啊！我以为你要当美观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美观这样怎么可以？不行。那快点在他家旁边种满那个。你可以帮他种那个一些有的没的树。不行啊！你可以帮他种梅果树之类的。欢迎自信的感情。我就可以吃。哎、我快饿死了，完蛋。所以。完蛋了！我要饿死了呀！欸、不是，我们这边是不会生它特殊的怪哦。这里很安全啊。魔法地就好像没什么怪。哇，这里超安全的。感觉应该跟菌石图是一样的。做那个，就晚上不会生怪。那也是不错啦，就不会担心有人家、啊、有人的家，等一下一上线然后就爆炸。对啊，真的哎、欸欸。可是刚刚其实有怪物过来哎、欸，刚刚其实。
一开始有，然后之后被扎，对啊，是从那个吧，从另外那边一般的木头那边走过来。对啊，梨子怎么好像那个？哇，其实像梨子，那我去把那边擦亮一点。探藤怪物，可是我走过来这边就会生怪了。啊，小雨啊，没事。饿了。哎，苦力苦力 ，baby， 发发 baby， 发发 baby， 啦 ，baby， 你忘记了？我有，哎，等一下 ，taker， 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旁边要怎么关掉啊？按 O， 设定设定，你开包包按 O 就把它关了。哦，哎，那你如果要设定那个不要去cheat模式的话，要那个对对对，设定，然后 NEI 设定合成模式，嗯，设定选项吗？左下设定，欸，就是你开包包左下有一个设定，开包包设定，然后 NEI 的设定，然后把它改成合成模式，就开始在搞那个。在搞不小心拿到好像都是一样是以前玩过的哎、欸、我 NEI 不能按的、欸、为什么好好笑、欸、啊为什么你点一下它不行哎、欸、奇怪了 你点一下 NEI 设定它不是会跳出啊还是因为我那个把它关掉你把它关掉你就要按 O 再把它开起来哎、欸、也是不能按的、欸、你点 NEI 设定不能点 是对啊哦哦，懂了。哎、欸，那我这些要丢到哪去？就丢，放水流好了。嗯，我有岩浆。对，好哎、欸，我想做气死的说，可恶，我想岩浆烧毁。气死好像牛奶，那时候阿团有做。等一下，我那时候是蓝起司供应商哎、欸。对啊，超丑。那你就不要吃。我刚刚买，他说好像很好吃。你不要吃，不嫌臭。哪有那时候我自己那个，我跟小雨超级研究食物哎、欸，我是食物供应商。我已经不记得，抱歉。曾经的合伙人是这样子前世的前世的记忆我已经不记得了。前世的合伙人就这样不记得了吗？前生往事莫再提。Excuse me 你杀我们！啊，我捡到一个喜庆红包哎、欸，是什么？2188，2588，好棒耶！哦，我看到了，作弊模式，对对，把它改成、哦、合成模式，合成哦，我看到，这个，这个我决定做这个赤裸的门送给你们了啊！赤裸的门是什么？我来帮这一户人家换个门啊！哎呀，这么棒啊！赤裸耶！赤裸。这样被看光光哎、欸！对、欸，看光光超好笑。你这个夏天到了，蚊子一定会全部飞进去。没错。你说我们，你是说那是捕蚊神器吗？这个就是超大的沙门。我们双人床会不会看光光哎、欸？哦。哎，来来来，大家放饭了，我只有20个马肉。好哎、欸，偷拿一点。沙马，我好饿、哦。哎、欸，找不到。所以是新马吗？这边有新鲜的发发 baby 的肾脏，我拿去很好看。好，两集了，好爽哦！我吃吃看马肉如何？好粗，那不能烤哎、欸，可恶，我的肾脏不能烤。